在力量，我们在去年的在圆山的那场记者会吼，有承诺说我们党内的所有的立委以及我们全台湾所有的议员都会来参与这场联署，一起来支持我们宜兰以及台湾的好山好水。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带来了我们党内所有一级主管以及我们第九届第十届的立委，还有全台湾十五位的议员的联署书来到现场，就是希望我们的台湾的立法院可以在针对矿业法，矿业法的改革以及修法可以尽速进行，才有办法真的有效的为我们宜兰的好山好水，还有我们圆山的这个矿场开发案，能够真正的挡下来。所以也再次呼吁我们在台湾的所有政党，可以一起站出来支持台湾的好山好水，还有我们台湾留给下一代，留给我们的子孙更好的未来，这样子。好，谢谢。